你睇下后面嘅造型几咁靓，几咁 cyber。 而今次终于可以一边插住尿袋一边用啦，上一代系唔得嘅。开咗一阵，后面即刻出倒汗水啦，已经。今次 Ben 仲买多咗个白色送俾我嘅 fans 嘅，感谢佢哋一直对我嘅支持啊！点样参加抽奖？喺度片段嘅最后啦。要测试下呢个 Coolify 究竟有几劲？当然，我哋要嚟个极限测试，就是夏天食火锅。好啦，今日同大家介绍咧，就是由 Coolify 最新出的新嘅一代头戴式冷气。上次咧就是 ES， 今次咧就叫做 Cyber 啦。今次我买呢一个咧系行货嚟噶。好啦，事不宜迟，开箱俾大家睇下先。打开佢 ，Coolify Cyber， 三二一，开箱。今次仍然有一个好靓嘅尼龙 casing， 你睇下，哇 ，Taurus， 跟住呢个系咩啊？哦，充电线，今次呢个充电线系 L 型嘅、哦，好靓仔。今次呢个套真系好靓。打开佢，叮叮，哇！今次呢个好 cyber 喎，你睇下后面个造型几咁靓，几咁 cyber。今次 Coolify 嚟讲，上下出风口系增强咗嘅，上面有六个，而下面咧有两个出风口，所以咧就比你颈上面同埋颈下面咧一样凉快嘅。同上一代比，今次个圈系大好多噶，而且今次嚟讲加多个关节，可以左右两边调校，而上一代咧就只系得一个关节啫。所以今次嚟讲可以更加贴近你嘅颈型啊，而出风口增强咗，从而变成一个360度嘅喷风装置，成条颈上上下下360度都舒舒服服。今次一样系有三种模式俾你拣，第一种就系普通风扇模式，第二种就系冷气模式，而第三种咧就系发热模式嘅。今次去到6000mAh 嘅电池，开细风嘅模式可以去到15个钟头嘅电力，而开冷气模式。今次是可以去到2个钟头，而今次终于可以一边插住尿袋一边用啦。上一代是不得的，机身有两粒掣，一个要嚟开机，一个要嚟转换模式。好啦，而家开机先。绿色嚟讲就是普通风扇啊，变咗蓝色咧就即系话系冷气模式啦，红色就即系话系暖气模式，亦都是可以用作 therapy 用噶。好啦，咁我哋又试下装个 app 先吓，添加装置，跟住就即刻认到啦，揿连接，咁就可以用个手机 app 控制佢啦。例如风量，而家冷气直接可以较大佢，今次可以分区咁控制佢嘅风量啦。例如第二格就控制前头嘅出风口，第三格咧就系颈部出风口。我哋而家就揾呢个科学化嘅热成像仪去测试一下佢。嗱，而家咧见到咧，蓝色嘅最低温，红色嘅最高温，最高啊30度 ，OK， 最低系25度啊，而家系，好冇？好啦，咁我哋而家开个冷气去试试下啦。而家咧就系蓝色嘅地方开始扩散出嚟啊，系咪啊？越嚟越多啦，嗱，头先30度啊，而家咧你睇下个十字形嗰度咧，22度，哇，好犀利啊！是实时的，而家嗱，越系深蓝咧，即系越冻啊！越系深蓝，即系越冻啦。21度啦，19度。好啦，我哋睇下右手边呢度有几多度啦？即系条颈侧，颈侧呢度咧，我哋睇一句，颈侧几多啦？最深蓝色嗰度19度啊，又系19度啊！短短喺30秒到啊，30秒到就已经降咗10度，系坚系10度啊！开咗一阵，后面即刻出倒汗水啦，已经。今次好坚啊！开咗一阵就出倒汗水咯。我哋又试一个出风啊，出风梗有几强咧？啊，佢嘅风速等于一把正常风扇嘅第4度啦。如果5度系最尽嘅话，就去到第4度啦。而今次呢个设计照样咧就系防翘头发嘅，即系话咧，如果女士们长头发跌咗落去呢啲风槽嚟讲咧，都唔会翘咗头发，因为佢嘅吸风摩打喺后面嘅后置啊，后面呢一度嘅，所以女士们都唔怕啦，各方面嚟讲都强化咗好多。
好啦，咁我哋而家咧就拎出去出边实测下佢究竟实际使用效果好唔好啦。好啦，而家我哋有深圳吓，深圳嘅东门吓，今日嘅天气都几热下嘅。好啦，咁所以咧，我带埋呢个热感仪咧去测试一下佢实质嘅降温效果系点样样啦。而家条颈嘅温度咧喺30度左右。好啦，咁我而家咧就将最新出嘅 Coolify Cyber 咧就戴喺条颈上面啦。不过戴嘅时候咧醒目少少啊，先戴咗上去，先至挞着佢，开着 Coolify， 我哋试下最冻嘅效果点样样先吓。好啦，而家咧就制冷紧嘅 ，OK。你可以睇住啊，睇住个变化点样样啊。好啦，咁我哋而家试下咧，就吹下条颈1分钟，睇下出嚟嘅效果点样样啦。嗰个点样样啊？蓝色咧即系冻嘅，红色即系热啊。睇住咯噃，一二三，好。哇，睇条颈呢啲位啊，呢啲位啊，后面啊，呢啲位啊，系咪全蓝色啊？皮肤表面嚟讲系降温咗10度噶。好啦，咁事不宜迟，我而家带住呢个新产品带大家行东门。东门以前好杂嘅，咁啊，估唔到咧吓，20年之后啊，呢个社区系行得咁舒服噶。前面咧就系东门啊，前面就系东门啊，即系买眼镜嗰个地方啊，东门啊。今日嘅紫外光系超标啊，你可以睇下我眼镜就知道啊。如果唔信我呢个眼镜，信我呢张卡啊，我呢张卡咧，你见到啦，系变紧紫色噶。你睇下，一有紫外光咧，佢就变紫色；冇紫外光，佢即刻变翻白色啊！淘宝买嘅呢个，晒佢一阵，你睇下，深紫色啊！而家暗咗啦，一冇光啦吓，佢就即刻淡翻啦。你见到咁啊？有冇 fans 中意啊？送张俾佢，喺下面留言送俾佢。哇，超热啊，干蒸啊，好热啊！今次呢個新嘅設計咧，係有一個好大嘅唔同啊！就係佢後面呢個 pad 咧，後面呢個 pad 嚟講咧，佢大好多啊！佢個冷卻板大好多啦，仲唔止喎，佢個出風口咧上下兩個喎。咁你有時候即係好似我咁樣啦，孭背囊啦，咁佢有下面出風口咧，佢可以幫我喺個背囊同我背脊之間咧散熱啦，呢個好有用啊！要測試下呢個 Coolify 究竟有幾勁？當然，我哋要嚟個極限測試，就係夏天食火鍋。呢個係地獄級嘅挑戰。看看它這個 Coolify 究竟頂不頂得順，我現在的頸還是涼浸浸的，很新鮮的鵝腸，很乾淨，攞落去鵝腸攞了6得的了，跟住點上一個秘製的醬汁，秘製鵝腸好脆，好正，我試一下豬肉片先，豬肉片，豬肉，豬肉，豬肉得了，加埋啲香菜，好香。第一次咧，大熱天時食火鍋食得咁舒服啊！真係佢凍住條頸咧，即刻幫你散咗熱啊！所以你去唔到呢個爆汗嘅臨界點。好煙韌啊！好啦，食完咁熱辣嘅火鍋啊，咁呢間火鍋店嚟講咧，而家啲出品啊非常之好啊，咁佢嗰啲豬肉咧係新鮮豬肉啊，同埋啲鵝腸咧係爽嘅，係爽嘅啲鵝腸，灼一灼就得噶啦。番茄火鍋底嚟講咧，嗰啲番茄係非常之濃郁噶，咁啊最重要係咩咧？最重要就試下佢個闊條面啦，個闊條面咧煙韌。来，你们看，谁都写，谁看谁都写，谁看不？来。
呢度咧就係東門嘅步行街啊，睇幾多人。條街而家咧好熱嘅，因為點解咧？有好多烤爐喺度啊，有燒油魚啊，有好多熟食檔喺呢度啊，所以咧而家係非常之熱啊。華為啊，呢度咧有好多鞋啊，波鞋賣嘅，同埋咧有好多衫，有好多波鞋都喺度賣啊。其實呢度啊，似邊度啊？啊，呢度似韓國，呢度似韓國嘅東大門啊，其實。不是東門，是韓國的東大門，這裡像韓國的東大門，韓國的東大門就是這樣的，即很多衣服在這裡，很便宜，很多東西給你選，不過這裡女士多，褲一條褲大概就79元，兩條才150元，牛仔褲、牛仔裙。哇，這設計都挺漂亮的，都挺舒服的這件衣服。我大帽不好戴。嗱，呢个 Qualifier 嚟讲咧，佢都有翻咗重量啊。但你戴住佢咧，你行街咧，其实你又唔觉佢存在嘅。用咗两个钟头啊，咁啊，头先你见到我咧就食打边炉啦，行街啦，睇衫啦，咁啊两个钟头开晒冷气最强嘅风，两个钟头到啦，咁电就用完啦。今次呢一代有個好處啊，就係、是、你可以咧買個大啲嘅尿袋 ，OK， 就邊充電邊用嘅，咁所以咧就唔怕咧就冇電啦，係咪？我一搭住我個 fans 啦，咁啊買多咗嘅，我買多咗一個白色嘅 ，OK， 咁啊參加抽獎嘅辦法咧就好簡單啊，喺我嘅留言嗰度話俾我聽，點解我應該送俾你？咁啊最有道理嗰個咧，咁我就會抽出嚟啦，然之後就送俾佢嘅。希望大家咧都好似我咁樣啊！夏天炎炎夏日都可以用高科技解決行街熱辣辣嘅問題啦。好啦，咁啊，今日 Ben 介紹到此為止。如果喜歡段片，麻煩俾個 like。如果喜歡我嘅 channel， 麻煩 subscribe。Ben 爺會製作更加多有趣嘅片俾大家。我哋下段片再見，翻香港啦，拜拜。